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汪明荃。保良局一直为社会各阶层提供贴心而又多元化的服务，即使在疫情之下仍然紧守岗位服务社群。在接下来的8月11号星期三就是保良局全港卖旗日，呼吁大家踊跃支持，买支旗来支持一下。保良局今年也会推出线上买旗，让善长不受时间地域限制地继续支持保良局，希望大家都来同心行善，帮助有需要的人。多谢你